出道12年的罗天宇一直发展平平，同九宏慧、汤诺文同陈盈多个女神传绯闻，被视为女神收割机。究竟罗天宇有啲咩吸引力呢？第一，佢喺2008年参选香港先生，获得少年组冠军。佢仲喺剧集《半裸上阵》拍冲凉戏，尽现肌爆嘅身形。其次，家境富裕，亦都不愁生活。佢嘅妈妈喺做生意同炒楼方面，亦都有唔少斩获。再者，佢性格内敛又孝顺。接受香港另一访问时，佢亦都提到希望同妈咪一起住。最后，佢去年同谭嘉仪合唱歌曲得到不少好评之外，最近佢同谷亚薇一起唱的《哭墙》亦都受到网民赞赏。